做什么？我。你先说。你真的要去美国吗？都安排好了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你觉得我不应该去吗？没有啊，这是关系到你前程的大事，我们是朋友嘛，我当然希望你能去最好的学校，得到最好的发展。那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能有什么建议啊？我总分还没有你一门分高的。作为朋友，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？顾小满，我这一走，我们以后可能就很难再见到面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去。你说的是真心话？当然啦，我们习武之人从来不说假话。我知道了。我确实给不了你什么有用的建议，在这方面我挺笨的。你根本不笨，你要是笨的话，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散打冠军？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，高三的时间没剩多少了。学习怎么能跟散打比呢？为什么这么笨啊？你对得起老爸给你吃了那么多猪脑吗？都补到猪身上去了。优秀的同学可以去任何地方，你呢？你连大学都考不上。哎，顾叔，来来进来呀，有事儿啊？那个顾小，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顾小满不太开心，他没事吧？嗨，估计又是考试没考好呗，没事儿，多少次了都这样，回头找个沙袋让他打打，发发这个火，这劲儿也就过去了。那就好，那顾叔，我先回去学习了。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，走了，顾叔。哎，thank you.